那今天你要体验一下，看能不能垂到鱼啊！加油，一二三，呀，这么力气，垂过去，我大一点力气啊！找这个，这个，那个锤子都没力气啊！是吧？啊！他带着跑了，养鱼的跟着跑了，鱼就跑了，就死。不行，挡住了。来，哎呀！哎呀！哎呦呦！什么都没有，我操！来，给你来。啊！不行！觉得这种小鱼，这么小一条啊、哦？有没有？哦，太小了。这个是什么鱼？你知道吗？哦。今天吃那种啊。这个长。糖角鱼。糖角鱼还是什么鱼？反正。这是垂的。古鱼啊，哦，黄古鱼，小小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黄古，你们叫黄古鱼，我们是叫那种，我们是叫那叫什么鱼的，我不记得了。黄蜂，我们叫黄蜂。你看小甲跑到哪里去了？看到没有？看到小甲没有？这个在垂鱼。耶、yeah, ！抓好跑了，可以，耶、yeah, ，可以吧？哎呦，吐掉，慢点哦，吐掉哦。没有袋子了。是什么鱼？石头鱼啊。石头鱼啊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吗？你看鱼夹那边怎么样？我再拿这个装鱼可以不？可以，有这个可以不？你有？对，你那么会玩，哎呦！加油！哇哈哈，石头都烂了。应该有鱼，两个小的。哦，要有鱼喽！可以，比他撒网还多。你看鱼家那边又撒网了，又撒一网了。还是二哥厉害。啊，二哥这里可以哦。啊，那秀强在那里撒网，这个在这边锤石头。如果太阳大啊，鱼还要多。因为这个天气现在比较凉，太阳是出来一点点，所以鱼少。你看这个锤的，五条啊！你看还没干，这个鱼出来，你看呢？哦。好了。干，那我怎么拿回去？你再拿出去啊！鲶鱼啊，也可以不？还有没？还有没？再看看，还有没有？大哥，你没收啊？大哥得两颗了。有没有？没有。秀强在那边也开始收网了。我不敢走过去了，这个水比较深，而且。太远了，脚痛。去不了了。什么？慢点哦。
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看现在锤了几下？哎呦，也可以不？收获不错不？鞋子湿了。够半枪了，你看又开始敲了。现在多少收获？我操，掉了两颗。你看，秀强回来了，秀强。现在鱼大哥也都狼狈。是，你看秀强裤子都湿完了，哎呀！哦，这两条黄色的，可以，哇！这叫煎鱼。哦哟，这条好不？这条，这条是什么？煎鱼。煎什么煎鱼？煎鱼，你看到背上面眼睛发亮的。哦，这条鱼好不？这条鱼。这种鱼很少了。很少了是吧？你看他眼睛，这一网可以不？这一网，哎呦，这一网，哎呦，裤子湿完了，我操，湿完了，反正你都湿了，你已经湿身的，嗯，反正你都湿了，掉了一条，哎呦，这条鱼好肥哦，我是看到掉了一条，好肥，你看那边又翻石头了，有没？又有收获了是吧？那有没有啊？小小的。小小的。太小了。这是那个锤的。这是锤的。这里还有一堆。这里啊。这么小条的。这好小。哎呦。太小了。多少条？四条。不止，这是两条了。嗯。这里还有。其实罗非鱼也好吃的，罗非鱼。哎，它这种罗非鱼，我跟你说啊，它这种从小里面出来的，这种甜哦，这种鱼啊，等一条大的就好了。哎呦，还有，哎呦，还有两条。哇，这个鱼骨。这大条哦，这里哦。哎，他没有那么多的，他所以刚才钓了两条那种小的。哦，这里还有一条。啊，他的这里还有，让他挂了一点点，他会掉了嘛？你看，这边一点点，它就出来了。对，太小了嘛。嗯。刚刚那一群叫你网，你不网？嗯。那几道太小没用呢。那挂了一点点，随便都戳出来了。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哦，这里有条。我们回到家了。你等一下到。今天收获还不错，有一些太阳啊。现在我们看看今天啊打到多少条鱼啊，一起来看看啊。今天的收获。不倒出来吗？倒。可以。够一枪了，够一枪了。噔噔噔噔。还有土鸡蛋哦。嗯，还捡到几颗鸡蛋啊。土妞，发表一下你的感想。今天这么多的收获，心中有什么喜悦和大家分享没有？你看，这是野，这是蛋块啊，捡的对吧？哦，对，这是土鸡蛋啦，在草地上捡的啊。嗯。这样，这个什么感想？感想就是。我喜欢打鱼，你不喜欢吃鱼啊？吃腻了。哎呦，这个鱼，大家吃过这种鱼没有？你看到吗？好肥一条，好像我们柳州叫肥甲鱼啊，你们这里叫什么鱼？那个哪条叫煎鱼？这种鱼，这个煎鱼。哦。这个。啊，这里还有一种这种鱼。为什么都？这种鱼你们见过没有？煎鱼跟这个有什么？你们都吃过吗？这种鱼？没什么区别。啊，大家懂的话，评论区留言啊。今天土妞高兴坏了，又得土鸡蛋，又有鱼，这个阿波也是喜笑颜开啊！哦，今天收获不错，你看我们秀强今天辛苦了，你看秀强的裤子一高一矮，真像个渔民呢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视频就分享到这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